非常感谢各位出席我们今天的晚会。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几位嘉宾为我们说几句话。首先，我们邀请马国明先生。小弟今天很高兴可以上来跟大家简单的讲几句话啊，讲几句话罢了，很快很快哈、哦。尊敬的马来西亚相声文化协会罗佛州金山寺美丽花园加兰美丽十三路分部主席丹斯里纳杜巴杜卡刘德华太平记者啊，尊敬的马来西亚华族舞蹈联合总会罗佛州金山县金山寺快乐花园分部主席兼世界华族舞蹈联盟马来西亚罗佛州金山寺勤劳花园分部社会推广组主任郭富城先生，还有我们尊敬的世界歌唱联盟马来西亚罗佛州金山寺美丽花园分部主席和世界我的未来不是梦艺术推广基金会主席的表弟张学友先生啊，各位来宾，各位记者，大家晚上好。谢谢马国明先生。下来我们邀请第二位嘉宾马民国先生。首先呢，我要先感谢我们尊敬的马来西亚相声文化协会罗伯州新山市美丽花园惹然美丽十三路分部主席丹斯里纳杜巴杜卡刘德华太平之声，还有我们要感谢尊敬的马来西亚华族舞蹈联合总会罗伯州新山县新山市快乐花园分部主席兼世界舞蹈联盟马来西亚罗伯州新山市勤劳花园分部的社会推广组主任郭富城先生。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尊敬的世界歌唱联盟啊，马来西亚罗伯州新山市美丽花园分部主席兼世界我的未来不是梦艺术推广基金会主席表弟啊，也就是他的代表张学友先生。他们几位呢，我们尊敬的嘉宾在百忙中啊、出席我们的晚会，各位来宾、各位记者、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呢也简单的跟大家说几句话。啊，大家好啊，小弟今天呢很荣幸可以出席今天的晚会，我呢也简单的跟大家讲几句话。首先呢，我们要感谢尊敬的马来西亚相声文化协会罗佛州金山寺美丽花园十三路号那个分部的主席丹斯里纳杜巴杜卡刘德华太平先生。我们要感谢呢尊敬的马来西亚华族舞蹈联合总会罗佛州金山县金山寺的快乐花园分部的主席兼世界华族舞蹈联盟马来西亚罗佛州金山寺勤奋花园分部社会推广组主任啊郭富城先生。我们也要感谢尊敬的世界歌唱联盟啊马来西亚金山寺美声花园分部主席啊，他也是世界我的未来不是梦艺术推广基金会主席的代表，也就是他的表弟张学友先生啊。今天呢，这几位呢百忙之中出席我们今天的晚会。那个我们八年前的事情，我们跟他都有这个缘哦，要从十二年前讲起。十二年前的时候呢，我跟那个丹斯利哈一起打球的时候，为什么会认识呢？就要从二十一年前呢，我跟那个我的同学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讲起。从二十一年前我会跟我这个同学降平呢，要从三十四年前开始讲起。三十四年前呢，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哦，社会上没有人懂哦，我五十二年前的一个经验帮了我很大。啊，五十二年前那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哎，五十二年了，很久了，忘记了啊。不过我可以从四十八年前的那些事情开始讲起啦。四十八年前那些事情哦，跟我也是很大关系的，因为四十九年前呢那件事情发生了。如果四十九年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四十八年的事情不会发生。四十八年的事情不会发生的话呢，我要从四十六年前讲起的话也是可以啦。四十五年前我就把那个马斯利斯卖掉了，四十四年前呢我又买了一辆新的喽。四十四年讲起的话呢，为什么是四十四年呢？从四十五年讲起比较容易啦。四十五年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哦，大概是三十二年前我就开始也是百万富翁啦。不过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下个月哦，我们的协会也会办活动，希望大家多多 support， 多多支持啊！好嘞，那个我们八年前的事情，我们上次没有喝到了，现在已经喝的，有谁？上次没有喝到了，现在已经喝的，有谁？来，哦 ，good， 杨飞，杨飞，杨飞，杨飞。杨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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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一起杨森，一起杨森，哎呀，哎呦，来来来来，哎呦，哇，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哇，很久没跟你喝了，哇，来来来，阿丹，很久没跟你喝了，来来来，杨森，杨森，杨森，
阳性。你不是要去吃酒席吗？对啊。几点开始？七点。现在几点了？七点半。啊？没那么准时开始的啦。A few moments later. 你不是去吃酒席吃好料吗？我到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吃完了。